拍摄这期视频呢，即将见证我当网红以来最大胆的一次决定，我要去完成我梦了两年的梦想，穿一身公主裙和我最爱的人去迪士尼当一回童话公主啊。今天还不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？对，我还叫了我的闺蜜双管和她的男朋友管管，因为我一个人实在是不敢。走吧，你手上拿的就今天你们要穿的衣服是不是？对，我都一直没有舍得拆，今天带你们一起看一下她的真面目。我给我闺蜜寄了一件更好看的，就是蓝色的，然后很多网红美女子都在穿的那一种，我去看她那件。今天上海零度，我的妈呀，我们待会儿要穿那个公主裙子出去。开了，开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咋了？没事，确定。我要穿裙子吗？对啊，我也带了。你这拆开的是这个吗？对，我觉得裙子感觉怎么了？它的腰比我的头还要长。哇，近距离看一下这个，这怎么这么大呀？哇，这样快，好好看啊！我在网上面看图片，没这么夸张啊。可能是你们身高有点不同。懒得理你。完了，我那一件不会也是这么大的吧？哇，好重啊！但是真的很好看啊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我不确定我穿了之后。你自己有没有偷偷试一下？还没，我买的已经是 S 码了，应该不会大。S 码好了，我理解了。是 S 码，你觉得它穿会好看吗？嗯。你的那件要不要拆开看一下？啊，这件衣服真的很火，就是网上面穿这个的，然后有荡秋千的，还有什么的，都好几十万点赞了，老火了。看一下我们闺蜜同款。哇，这两个颜色好搭呀！你在笑什么？我感觉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穿这个衣服。哇，这个也好看，这怎么比我男朋友还高啊？怎么办？要不试一下？我觉得气质只要上来之后，感觉裙子就能 hold 住了。妆容完成之后，加油！加油！万一我们碰到迪士尼公主怎么办 ？PK 一下。困境。你们就先穿着这个去参加那个花车游行吧。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因为我想象，我当时买这个的时候，我想的是我俩穿着这个裙子，牵着他们的手，对，他们牵着我们的手，然后在那个城堡面前，再往前走拍张照片。朋友圈九宫格有着落了，所以，但今天很冷哎，零度。那就裹个羽绒服吧。没办法，这个要风度就可能要温度，试试呗。然后我们要去扎一个公主头，再化个妆，就出门去迪士尼啦。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举着他们的女主人公的裙子在这等着了，有没有期待？幻想一下。你们俩去化妆吧。我以为他俩要穿呢。这裙子是我们俩的码。听说过一句话吗？有些衣服一个人穿有点丢人，两个人穿自信就来了。今天就让双管陪我去找自信，而且我们还有男朋友在旁边陪呢。是的，我觉得可能你们不觉得丢人，你们男朋友会觉得丢人。会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今天务必化一个公主妆，然后扎一个公主发型，这个妆真的一定要好好化。和我一样经常化妆，想要化妆不卡粉的姐妹们，一定要定期做一个深层清洁。我现在敷个泥膜，这个记得不？我经常给你们安利的也有清洁泥膜，清洁力在线又很平价。如果说你脸上经常有黑头白头多的话，爱出油的话，可以试试这个。看我这瓶马上又要见底了，它是这种酸奶的质地，上脸用用冰冰凉凉的，超级舒服。我干皮用这种的也是不会紧绷的，它里面是有亚马逊白泥，还有个碳粉的，就可以深入到你的毛孔里面去，去把脏东西挖出来。后面你们用清洁泥膜，像这种容易长黑头的地方，一定要厚厚的涂一点啊 ，T 区脸颊这里。好了，下面等待一个15分钟，这下面跟着双光老师来学一下遮瑕。遮黑眼圈，专业的，可以洗掉了。每次敷完之后擦掉都能擦出好多黑点，好多那种脂肪白点点。哇，我感觉你这边真的干净了好多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想要不出油的皮肤干干净的姐妹们，赶紧试试这个。你看，哇，好干净的毛孔。涂个水乳，再涂个防晒。冬天防晒是一定要涂的，就是冬天要防光老化，是不是？对的。还有一点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如果我们涂了防晒，你们没涂，那我们不就白了吗？你们不就黑了吗？是不是？冬天也要卷起来是吧？是的，我这个真的是又平价又好用的一个防晒，用力防晒，你们可以试试。你知道它肤感有多牛吗？特别戳我，你听这个声音。哇，水润，那种乳液的感觉。挤出来是这种乳液的质地。哇，好水润啊，这个流动性好好啊。而且它是那种特别轻薄水润的。用防晒真的一定要涂够量，不然都没什么用。而且呢，它这个就是多涂几层也不容易厚重。你们看我用了那么多，它都完全搓不出泥。待会儿还要露脖子，把脖子也涂上，还有胳膊。而且他们家是有国产特证的，实打实的 SPF50+PA3+高倍防晒。之前三亚晒伤回来，在箱子里备了好几支，成膜速度也很快。你们看。刚涂上去3秒钟就成膜了，而且它里面还有5种保湿成分，用的时候呢就可以让皮肤更加水润。像我刚刚不是涂了脸上嘛，后续上妆也会更加服帖。冬天容易卡粉的，你们妆前用它也不容易卡粉。一杯奶茶的钱，赶紧冲一下。下面我去化公主妆了。我们看看啊，女孩子在这化妆的时候，男人在干嘛？这个男人在安静的等待，这个男人在安静的等待，剩下两个没有女朋友的啊，都在玩手机。这个时候不应该安排一下午饭吗？冬雨，刚吃完了不是？他饿了。
了吗？你饿吗？饿了。可以，现在的你配得上刚才那条裙子了。这个也差不多快收尾了，黑眼圈没了。现在我们要带上我们的衣服去迪士尼了。哇，我感觉你们俩现在已经配得上这件衣服了。不好看。好看啊。不拍摄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姐妹们，美丽的又太痛苦了。哎，刚才是谁说就要风度不要温度的？